曼格，曼格。就黄标了啦！啊，性感，性感。哥，乞讨。嗨，大家好，我是越南强尼，哈哈。今天呢，老板呢听说有安排双人的给我体验哦。阿木 Barber Shop 老板真的是越来越会招待强尼了，而且听说今天是新的小姐姐哦，那我也非常的期待。大家呢就跟着我一起进去看看到底是哪位小姐姐吧 ，Let's go。那大家看一下，这是他们的 menu， 哎，越来越漂亮了。那就是这些是服务，大家记得哈。那。这边，那当然啦，如果小姐姐你觉得她服务不错的话呢，真的也是可以再给小费的哦，他们会非常的开心。两位小姐姐在这里啦，哎呦，很有诚意哦，哎，这里服务很周到哎，哎呦，最近越来越活泼，我的天哪，新来的吗？老板说他 crazy， 所以要让他那个多讲一点话。Oh my god！很活泼，这是老婆二号吗？哇 ，OK OK， 谢谢谢谢，好好好啊，那我们今天在这里啦。你好，我不敢看了 ，OK， 我自己放进去啊。哇，这一集我看是不用冷静的拍了，我觉得一开头就有点轻松。哥哥搞搞我 ，OK， 不错哦，还会问我要不要做刮胡子的。刮胡子这位小姐姐也太可爱了吧！缘分姐，缘分包妞队，开门队，孤单男，玛莎包妞 number， 猛男，相较于他的 partner 啊，他冷静多了哦，恐 ，no crazy 啊，他真的很搞笑，他是老婆二号，等一下来问他好了，缘分姐。安啦 ，no be do， 不错哎，替安改字。米呀，哥吗？佛啊，不。I'm hungry. I want to eat you. Oh my god. Okay, let's go. 这个新发现啊，大家可以看他有多疯哦。刚刚私下很难控制，叫他安静很久。红刀 ，massage the dog。你干？害我 massage the dog。没害。你手毛手毛手害手害。不得，那手毛手害。啊。也假也白。I'm a small white。You want to be small white？ Yeah。Why？ 哦，喜欢当小三呢。No， 大，大我两米嘛，啊，也冷的，也冷久。我快笑死。我扮斋遮。Đó rồi, anh á. Vậy là sư vợ. Làm massage bao nhiêu năm rồi? Làm massage được 1 năm rồi. Thích không? Nhiều tiền
他按摩很棒，真的很认真。然后他小小只的 ，M 高包妞。No, maybe 不难，我不难，因为他看起来很小。哥哥 ，Are you okay? Massa good. 哥哥还冷不冷？哦，哇，他玩归玩，专业是有的。So sexy 哇！Time's been moving slowly, so we are ready in. 拜拜，小老婆。大老婆，小老婆。No, only two. Only two. Me and my family. Oh, really? 老婆，拜拜。老婆，拜拜。最强小三。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그래서는가네。七八。啊。比较瘦。好可怕。来改几。谁班？谁班？谁班？약만개오라응약만개아조팬조팬고니치와고니치와와아리가또아리가또야메테야메테너무싫어길완단로棒哎，双人这样子，然后这边呢主打一个欢乐，就是我已经忘记要去评分了，但是反正就是很舒服，然后但是就欢乐中带点专业的。哦哦哦，很有。两个，还有人讲还没对啊。嗯。哦。Sim Sim。班吗？
Bạn. Friend. Fan. Best friend. Best friend. The face. Best friend forever. So terrible. How are you? 30. Look so young. Yeah. And handsome. Thank you. Dễ thương. And xinh gái, xinh gái. Các thầy nhé, so natural. Oh, I love. Really? Yeah. I love you too. Okay. Tên idol. Okay. 所以我说 idol can not 要 idol. 对啊。越南 English 啊。Very easy. You learn. Okay, I learn a lot.Tonight, I don't want tonight. Why? You can open 吗? Oh, really? Mm. Oh, so we sleep together. So, you are? 麦格，麦格。Hi, tomorrow, no 麦格。这黄标了啦，我不敢播了啦。Kidding. 哎，两个一起哦，很夸张哎。每个镜头也压一下。可以看我的脚吗？嗨，耶特耶特。看我的脚了，Can you see my feet? So dangerous. Hi. 哇，双人呢，真的是。你可以看我的脚吗？ I don't. We have. Forehand. Forehand 吧，我的 leg 会没有。哥哥，洗头。他们要这么浮空，哎、欸，我还戴上。天哪，我这一集好难剪哦。
丢丢拼命啊！哎，交完档哎。那我很累，今天就是我在阿蒙 Barbershop 的双人体验，不过这一集真的是有累到哦。他们就主打一个欢乐，但是又不失专业了。哎，这里真的很像家里耶，所以呢，如果你们喜欢这种感觉的话呢，欢迎来阿蒙体验看看，我觉得真的会让你笑死。那其实呢，他们真的也是很可爱啦，其实我好喜欢这样的相处模式哦。所以呢，这一集麻烦大家就是用看的帮我看看他们做了什么，但是我讲的话呢好像没有讲很多，都在跟他们聊天。那今天这个欢乐的体验呢就到此结束了，如果你喜欢的话呢就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大家拜拜。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一起来投稿吧。